哦，它再有分两种难度啊。哦，我们那个 BGM 都调了吧？应该不会很小声，对不对？好、哦、，BGM 太大声，跟我讲一下、哦。好，我们现在就选一个推荐的好了。好，不管了。团长，我准备好了。好的。好，这上面是一个一个被控制关在监牢里面的人，男主角像是被关在里面的这个人吧。かつてお前は城市一件武器死亡的代言人お前は抜け殻同然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了お前を倒し続ける我一直尝试杀掉你哦哦哦哦叫你派啊哇他的脸会变耶、欸、四面佛哎、欸、也不是啊三面而已雷鳴が轟き雨も降ってる一匹啪啪起きる時間だ是时候醒来了。俺が去ることはない。お前から離れることはない。感觉这个男主角已经预谋，就准备要逃狱了。摇摇头，再点点头，该走了。这是谁啊？怎么这长得像仓鼠的东西？啊，他们都对你做了什么？しっかりしろ。脱獄するんだ。哎，我被释放了、欸。原来讲话不是男主角哦，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然后给我一把武器。哇！自由のために戦うんだ。为了自由而战，我、哦、看起来一脸衰小样，好像几十年没有大便一样。毙给有没有？直接毙给我！杀掉他你就自由了，好哦。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真的有点太奇怪了吧？很突兀哎、欸，可爱的风格加上这个战斗画面这样子。好啊，这是我，哎、欸，我自己往前走了，我什么都没动啊。啊，就安尼滴滴行滴滴行，一路向北这样子。啊、要跳过吗？不要，我要看剧情。我会让你后悔踏出每牢房的每一步。啊，给我听好了，你绝对逃不出去。哇、哦，这么信誓旦旦的吗？哇，这么多层啊！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啊？我发誓将会带你回自己的牢房。你要软的还是硬的？我都可以哦，我软硬皆施，选得好。哎呦，开始打了、哦！哎呦哎呦！嘟噜嘟噜！呜呜！哎呦！哦，可以射击耶！哦，这个是格挡哦，好酷哦！从头射到尾，挥击！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呀！哎哎哎，干什么东西？忽眼忽眼！哎哎，他动作有点快哦！啊，干！哦哟，哦哟，哎哟，还行还行。貴様は脱出を試みるものと思っていたが、蓄力射击。Fire！ 哦，变洛克人了。哎呀，不错哦。蓄力斩。哦。还可以蓄力斩哦，这么酷！这一只角色根本就是新手教学用的吧？
那新手教学用的角色啊，那敌人啊，敌人新手教学用的哦，干嘛？哦，是啊，哎呦哎呦哎呦，哇哇哇哇哇，有可以反弹他的那个呢，反弹他的武器，他的子弹，可是你要按好才行，看都没有按好。哎、欸，我不是按 A 了吗？我觉得用射的还比较快、欸，哎、欸，干死了！我被他嘲笑了，然后他又补格补满血了，靠杯。等下，等下，这个节奏要抓好啊！我有了。哦呦！哎，这游戏其实玩起来蛮不错的。哎。先闪避再攻击啊！天堂啊、哦，天堂以前玩过啊。哎、欸，这干嘛？他放了一招。哦哦、哇！这样不是无解的吗？可以边蓄气边瞬移啊，那这样还不错，还蛮好打的啊。边蓄气边瞬移还蛮好打的，可是只要被攻击，你蓄气就要重新开始了。哦呦喂呦喂！哇，被抓啦、啊！哎、欸，我要打输了，才刚开始而已、欸。怎么会有外国人留英文？提早蓄气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好像要挡住他的背后，是不是？要从他背后攻击，好像才有办法破防啊！哇，没有抓到。欸、靠标，躺到底了。看，这好硬派啊、哦！这游戏。哇，完全被打，被当狗在打，你知道吗？我觉得后面就，我觉得光是这一次我就打了这样子了，后面可能更难。慢慢试好了。隔挡还能回血哦，刚是回血啊。
バカだ。送り返してやる。快攻击我快。靠背啊。哦，打掉一条了。他那个脚断掉了，有没有？他说做梦。哦呦，范围变大了。送り返してやる。吃屎吧你！そんなバカな。如果这样照这种打法，应该是打得赢啊！慢慢来，不要心急。打掉他一条血，他剩两条血。欸，我血居然满了，为什么？换面具了。調子に乗るんじゃねえ、バカ。俺より強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お、他想干什么？哇！我要被他抓起来电啊！又来！一直闪！我より強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か？哎呦，好险哦！好，你家在。还好我有三条命跟他耗啊！哎！哦，吓我一跳，我死了，都用格挡啊！等等，能继续玩以上吗？今天应该就玩这个吧。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啊，很有比，就是那种打斗的那种困难度还蛮高的游戏啊。打技术的，这次还算简单的，在第一层而已。
様を粉々に。很会哦，靠杯。升一格，他开大绝了吗？根本不可能打败我！哇、哦，有点猛！哇哇哇哇哇，你这个是这个怎么可能过得了？My God， 他是全屏弹幕呢，怎么打？又来又来又来了！用射的是不是？哦，只能用子弹射了啊，不然没得救是不是？可以反弹吗？干，怎么玩啊？这要怎么打？这要怎么打、啊？我给你勝てるはずはない。絶対にな。冲进去，硬冲会怎样？他现在开这个盾根本是作弊啊！哎，我要死了、欸！哎，我已经死了、啊。お前にはやれると信じ。干三小。惜しいところ。林北最好是知道那后面怎么打哦。你看他现在身上就是有紫色的盾啊，是吧？这个紫色的盾破不了啊。哎，格挡不下哦，再格挡一次好了。嘿，哦，可是被打下来了。嘿，不走。哎、欸，有了、欸！原来如此哦、喔！貴様を倒す！我要杀了你！呜、哦！我还变这种状态，根本是没办法攻击啊！那这样太作弊了吧？哦，有了！赢了，赢了，对哦，哇，还蛮好玩的哎，真心觉得好玩，要被我踢飞了，我一脚把你踢开，哈，快使出双截棍，呵呵哈嘿。我会不会拿到他的能力之类的、啊？哎呦，他到底有没有砍他的头啊？哦，他把棍子砍下来，
你会一败涂地的，到头来还是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啊，拘着他。啊，死了！ブラボー、いいことだ、いい戦いだった。振奋人心。他手上拿那个好像麦克风啊。俺らは自由に一歩近づいた。比自由更进一步了。まだ先は長いってことだ。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人等着你。心配するな、俺に任せろ、役に立つぞ。いいか、最後に待ち受けているもの。他这个剧情是直接从中间开始，他完全没告诉你我是谁，这个兔子又是谁。先を急ごう。啊，就莫名的说我们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又是一种从中间开始的剧情游戏啊！平和と光の世界、風のように自由になれる世界。会有记录档吗？会啊，会有记录档。赢了，没错，赢了。今天买了以上，有没有 DLC？ 真的差好多。我是建议你买 DLC 啦，不然的话会差非常的多啊。哎，安安你好 ，NG 安安。哎，夏雨夏雨安安安你好，蔡佳琪安安，林俊凯安安你好，各位早。哦，没办法，这游戏我必须要专心一点啊，所以说聊天室可能不太，叫没办法一直看哦。啊，就大家就稍微就是，道すがら知ってる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体谅一下。でもすべて説明できるわけじゃない。所詮人間がすること。得走路好慢哦。我在左边，看我那边旋转。We, I believe I can fly. 哦，为什么要一直做这种无谓的无谓的那个运镜呢？蛮奇怪的。牢獄の中の牢獄だ。とても気の利いた。也是一座监狱中的监狱。啊。他过程中好像都没有敌人这样子，就是那种一直不断的头目战，打技巧的。然后现在重点是，他会在这边稍微跟你解释一下你的来历吧。行くものすべてを破壊しながら、そしてバーン、囚われてしまう。Bang， 他被关起来了这样子。然后我一不发一语，什么的话都不讲这样子，在演哪一出啊？直播都晚上哦，对啊，这游戏要钱吗？要啊。洪宇轩是谁？我不认识哎、欸。F U R I， 哦对啊，标题就有了啊、哦，看一下就知道了。彼女が逃げ出せないように壁を何？他们在这层没设防。悲鳴が聞こえない。我觉得这个戴兔子头的这个家伙啊，搞不好是最终 BOSS 啊，我随便猜的啊。那游戏剧情不是说这样子，那妈的就是把你带到很后面，然后再一次把你解决掉这样子啊。主角都是那种最笨的啊，那种电影看太多，电视看太多了啊。最终 BOSS 总是那一种在你身边的人。しかし壁の外にはまた壁ができた。これで彼女は常軌を逸し、怒りか。他都彻底把他逼疯。何でも捕まえてズタズタにしたの。把他那个他是女字部的他，难道是女性？今じゃなかなかの感触だ。だろう。でも俺らには分かる。閉じ込められていると心が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る。都被关起来，会摧毁一个人的心智。そうなの。他完全不是很了解他到底想干嘛。だから、あそこから抜け出してきた。主角是黑人，一定是被骗的。彼女の物語には終わりがあるが、俺たち。艾饼干干你好，嗨，各位早。这属于试玩吗？没有，这算正式版的游戏了吧？他这个游戏就是类似一直不断的 one by one boss 战啊。像我现在打到应该是第二层。哇，第二层开始有障碍物了呢，啊，这是要怎么爬、啊？如
如果想玩打击感，终于有难度布斯跟黑暗灵魂三。哥，不要一直跟我讲 Dark Souls， 我都不敢玩了，绝对翻桌。我的 mod 一直叫我玩 Dark Souls， 我都不太想了，我不敢哎、欸。啊，要气到爆气，那个要玩到爆气的这样，有这什么？游戏本身有汉化，所以说你大可可以放心。哦，他讲的是这个人啊，这怎么有一种邪灵入侵二的那个照相女啊，灯头女的那种感觉啊？要求哦，要怎么打啊？这个 boss 也做太鸟了吧，就一根这样子。哎、欸，靠背啊、喔，射下两格，有事吗？真的，一下两格哎、欸！干掉下去了，这游戏还会掉下去哦！妈的，要死了啦！干，生气了，再哭一点没关系。妈的，不好躲、欸，说真的，用射的好了，感觉用射比较实在。可以把他踢下去吗？打不下去，那我就可以，我却可以掉下去，什么鬼逻辑？他的打法其实目前感觉好像就是跟第一层差不多啊。格挡反击，格挡反击，只是攻击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有没有？大同小异啊，然后每消一条血就要变身一次，多了新技能，是吧？哎，卡利老师，我还好，我顺回来，我超猛。墙壁是你的好朋友，晒啦！怎么消失了？跟他走迷宫好了，墙壁还会被破坏耶。妈的，真的很生气。打法差不多，我尖叫了，开眼了，哇，开始拿武器了，镰刀哦，寂寞酷，开眼了是不是？开始变近战了
破防时间。喂！好，这一局我胜利。我有第四下攻击变快了哦。全部都挡下来了。他的攻击，他的近战攻击其实是有规律的啊。你只要抓准，基本上是乐胜啊！你看我现在打的无后顾之忧呢。有抓准就好了。别跑啊！干什么东西？干掉下去了！他都只会跑外围，不会走内侧，好讨厌哦。干，我死掉了！居然让他摆了一道给他补满血了，气死我了！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挡他的雷射光啊！我要走里面了，不管了。啊！三条命都没耗，老头超强，那刚讲的也就软掉了嘛！来呀、啊！哇，整张地图炮的，太远了吧！他最后一下居然是超大范围型的，哎！干，又让他补血，完了完了完了，太大意了，超级太大意！我觉得敌不动我不动吧，敌动我动会比较好一点哦。这一局要摆回来，不然的话我真的就输了。一定要摆一道，摆一道回来，不然真的完蛋了。靠背，干没有？有了，这次有了吧？我靠，这也太快了吧！太快了！有了有了有了，有返回一层了。他现在狂暴了，拿了，哦，把自己脚给打掉。我以为他，我以为他插自己耶！我靠我靠，四脚兽，哈哈哈！他跑去哪里了？哎、欸，他好快哦！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耶。完了，现在玩暗杀是不是？动作变超敏捷的、欸，
打你的屁屁！靠北。哇，这招居然打不下来。干你老师啊！太难啦！想上我？哇！情况不太妙，不太乐观啊！我输了。こうなったらもうやめられない。根本都没有在用枪的，你知道吗？超级不习惯用枪，宁愿近战比较习惯。敲死你嘞！哇，那光炮那么大，第一次看到他发那么大的嘴炮哎、欸，嘴炮功。嘴炮功。算错边了。还是免不了啊！我的天啊！哇！居然打掉他一条了，剩最后一条了。哦，他开大绝了。我有呀！他干嘛？哦呦！哎呦！狂暴狂暴！啊你啊喂！终极弹幕游戏，开始比弹幕了是不是？哎呀，谁最硬啊？谁最硬啊？那中间的在帮我挡有没有？结束了吗？等一下，难道他还没结束？哇！哇！大大，不要这样子啊！大大，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刚才变快嘞、欸。
当做你在玩荡秋千哦，还跳绳。哇、哦，又跳绳，跳绳，跳绳，跳绳。哇哇哇！只剩三格血啦！狙击 ，Yeah！哦呦，哎呦，哎呦，这个力气身材不错，但是车头灯就是比较亮的点，跑起来啊，对啊 ，Empower， 对对，よくやった。苦しみから解放してやった。冻结了他的苦难。哎、欸，哦，结束了。哎、欸，这个有没有记录啊？我想记录、欸。哎 ，Hello， 记一下录啊。怕我离开之后就没了，你知道吗？宾馆可以播一下结合吗？已经很晚了啊，明天有点事情，今天可能播到这里吧。现在几点？播多久了？一个小时有了吧？さあ行け。後から追いつく。看一下时间哦。哎、欸，为什么我这边没有显示时间啊？哎呦，1小时18分啊，差不多了。剩下到下个 boss 就有记录，真的吗？那我们去下个 boss 哦。好，走过去拿记录之后，过几天再继续玩这个游戏。明天要去哪里啊？跟朋友去台北玩一下。来たように何かを探して。我先走过去，来稍微练习一下这第三只王长什么样子好了。啊，打完就关台。基本上应该不可能第一次出狱就赢啦、啊，完全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攻击模式如何都不懂。我们可以先看第三只王。晚上吃炸鸡超爽的，真好，我也想要。游戏几块钱啊？好像300多块吧。这有存档吗？老头去台北，难道要去林森北？没有啦，我都不去那种地方的，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无聊。那边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虚情的，我是不会去那种地方的。还不如在家里打电动比较爽、欸、明天有直播吗？晚上回来会啦，晚上回来会直播。感じるか？まるで夢のようだ。就像做梦一样。そよ風、静けさ。只有我觉得他很吵。この場所を飛び立って。哇，有一只蚊子竟然停在视讯上面呢、欸！哎、欸，有一只蚊子停在视讯上面呢、欸，干超屌的、啊。しかしお前には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啊。思い通りにはいかないこと。俺たちはここから出られないんだ。本当の世界はここじゃない。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存点啊，真的假的？没关系，我们先到第三只王看一看，打不赢就算了。那走路怎么这样？斜了45度。这感觉好像之前那 PS4 早期的一款游戏哦，那个什么重力异想世界啊、哦，还是什么什么的重力幻想。哦，之前那个直领一直在狂推这款游戏啊，但是我完全连玩都没玩过，来不及去我英喝咖啡了，没差啦，算了，不 care。明天有要直播以上吗？我考虑一下好不好？啊、哦，待会我会去投票啊、哦，我会去留言投票说明天要玩以上的结合，还是要玩这一款啊？哦票数最高的就 玩那个直播吧，好不好？你们说好不好？那么，
もしも彼が本当にいましたらね、これから起こることを予知できたら、感觉好像好吃一样。なぜ何も手を。え、胖老爹。讲到胖老爹，我上次我姐买回来啊，我真的觉得胖老爹的那个口感真的还蛮不错的、欸，口感真的蛮不错，还蛮特殊的。它跟一般麦当劳、肯德基的口感完全不一样。哦，啊，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情形啊？重力幻想吗？当然是以撒哦，我觉得这个要投票决定哈、哦。老头，你去开一家胖老爹，你要出钱吗？你投资我，我就开啊，对不对？気楽なものだ。自らの意思でここに来たのだから。でも俺たちにとってはそんな単純なことじゃない。でも两三百万拿出来投资一下。脱出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から。哎，要走好久、哦。我觉得他就可以省略这些中间的这种漫长的路途，你知道吗？直接就开战了，好不好？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我不会很想要知道他的世界观是什么。感觉这是算一个中小品游戏啊，不算大作啊。他跟有这个有这个剧情架构就不是感觉不是很吸引我。然后他就是硬要用这个中间在找王的这个期间呢，啊，硬要把资讯塞在你的脑袋里面。哦、我就觉得有点被强奸的感觉、哦、你也不能反驳啊，就只能这样摊着在那边给他讲啊、哦、你看有结石脸，异乡人老头子跟我一样，是怎样残牙塔前身吗？私は君の脱出を予言していた。知道你但不知道你能跑多远。どこまで来られるか。很高兴看见你到了这里。会えて嬉しい。这还让我想到那个最近 FB 流行的那个梗图。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到这里，看来你已经击败上一层的谁谁谁，接下来就由我啊锁链的莉莉来当做你的对手吧。私はここに戻ってきた。哦，他居然是拿剑呢、欸。我看到没有一把巨剑，我杀不了你，但我能让你从此地消失。君を捕まえ送り返す。次の機会まで。哦，是怎样？直接立起了护盾，所以说他基本上他是一直不断的防御。这样根本没办法找到空隙啊！哇哦！子弹会反弹。哦，机器攻击可以把盾打掉。一般射击也可以啦，只是比较久而已啊，是不是？靠北啊！光是这样就被玩死啊！君は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戦うことを放棄し、我子弹射越多，他反弹的子弹越多。以柔克刚是不是？干三小啊！自分との戦いだ。そうだろう。干，怎么打？所以说呢，最快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哦，这种弹的反击最强，来干打到自己啊！没有了，怎么这么小颗？刚刚的那个大颗怎么不见了？
我炸，我炸，我炸，没有，没什么太大的作用。私が年老いて死ぬまで待っていてくれても構わない。好了，算了，我不玩了。我们今天玩到这里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王多么北蓝了。啊，就是一个很怕死的家伙，需要到三层盾这么多。大概知道怎么打了，就是把盾打掉之后继续开它就对了。好了，今天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接收看。哦，会有记录档啊，我懒得剪了啊，一小时半就直接上传吧，不然剪都不知道剪到民国几年。好吧，我明天看要玩什么，待会去投个票吧，好不好？好，先到这里啦，感谢各位接收看。啊，首亿路就几亿了，真小。好啦，先到这里啦，拜拜。